咁啊，繼續唱啦，嚇！第三隻歌又俾我抽，佢話如鷹展翅上騰咁。Stop the music！ 嗰啲鷹點樣展翅上騰啊 ？No， I don't know。係我估唔到要教 biology 嘅。我啲麻鷹捉嗰啲窩咧，專門喺啲懸崖峭壁嗰度捉個窩。啲麻鷹仔捕啲蛋捕出嚟就麻鷹仔，佢要揾食，揾食就要學飛。但係麻鷹仔又唔識飛，有隻翅膀拍下拍下，點樣學飛咧？係嗰只母鷹將個麻鷹仔擁出嚟，哇！喺個懸崖擁出嚟咪跌咯，一跌就猛拍，猛拍都唔得噶。嗰只麻鷹就一鏟落去，一鏟落去兜翻住，兜咗個麻鷹仔，如鷹展翅上騰，去翻個巢嗰處。唞一陣又擁過，嗱我哋教細路仔唔好咁擁啊，教佢游水唔好將佢抌落水，咁睇佢抌到佢自己識游水為止，唔掂嘅會浸瓜嘅。魚鷹展翅上騰就係咁樣，不過你放心，我唔會抽你哋。我哋好多問題冇答案，喺混亂中，喺混亂中嘅盼望，呢個係今日嘅題目，你哋教會出㗎，唔係我出的。有咩盼望啫？我睇下最近有咩事。嗱，主耶稣基督喺马太福音二十章、二十四章同埋二十五章呢两章系讲我哋现在嘅情景、教会被提嘅情景同埋七年大灾难嘅情景，用两章书嚟讲晒。你就要 differentiate 耶稣讲一句说话系讲边段时候，因为圣经系 random 嘅，佢唔系就咁好似金庸写小说咁一路咁写落去嘅。佢哋要谂，佢要你谂。譬如以赛亚书第六十五章第十七节是讲新天新地，看啊，我做了新天新地，从前的事不再被纪念，也不再追想。但十八节呢，就是十八节至到 end of the chapter 是讲千禧年的生活，百岁成的仍算孩童，小孩子初学行的小孩子可以坐在毒蛇的洞口里面是很安全的。他用一个字来分开个情形，就是看啊，我做了新天新地， Behold I have created the new heavens and the new earth。第十八節咧，佢中文聖經翻譯漏咗一個字，原文佢係看啊，即係用看啊嚟 differentiate 兩個時間，一個就係永恆呢、這個千禧年，係先到千禧年，然先進入永恆嘅。英文聖經叫 New American Standard Version 就譯咗出嚟 ，Behold。中文聖經就冇 Behold 呢個字，不過唔緊要，個同救恩係冇關係。你係要揾嘅次序，唔係一定咁樣。耶穌講再大灾难，教会未被提之先，有打仗和打仗的风声，因为这些事是必须有的，只是末期还没有到。民要攻打民，国要攻打国，多处必有饥荒、地震，这都是灾难的起头。即系呢一堆嘢系灾难起头。今日我见到打仗和打仗的风声，呢处必须有。Kingdom rises against kingdom, nation rises against nations。国攻打国容易啦。Kingdom rises against kingdom 不是 people， 民要攻打民，英文圣经不是 people rises against people， 是 kingdom rises against kingdom。 那 kingdom nation 有什么分别？ nation 有国界的，美国和加拿大有国界，美国和墨西哥有国界，但是 kingdom 就没有国界的。雅各达组织是没有国界的，六十几个国家有 Al-Qaeda， 天主教梵蒂冈是没有国界的，全世界的国家都差不多有天主教梵蒂冈派的主教，那些是 ambassador 来的，那是 kingdom 来的。美国 F-22， 中国起码要等多四十年才有。F-22 不是最先进的 ，F-22 之前是 F-18， 一只 F-22 等于十五架 F-18。F-22 再后一啲咧，就是 F-35 细好多 ，single engine，F-22 是 double engine， 最劲嘅 F-35 就系每一只是十亿美金一只。所以做美國空軍戰機的空軍咧，係要經過很多 psychological test。你唔能夠去打仗嗰時一路咁飛，哇！有飛彈嚟啦，撳個掣降傘跳落。喂，嗰隻嘢十億元喎，咁啊，嘣咁啊爆咗啊！你可以講玩笑話，你嗰隻 Honda Civic 啊 ，F-22、F-35 啊，中國未有，有排。嗱，中國勁咧，正係陸軍。啲女兵就出嚟，中國建國六十週年紀念，嗰啲女兵出嚟著短裙，美國佬點打？一衝出嚟，美國佬個個碌地。飛彈呢個係有核彈頭嘅飛彈，三節飛彈係洲際彈道飛彈。俄國有2600枚，美國有1968枚。喂，點解美國咁鬥嚟少啲？你按咁多做咩？一隻 Trident submarine，
有十四枚 Trident 飞弹在北极海底潜米船，它要放在海底发射。十四枚 Trident 飞弹可以毁灭前苏联的版图三次。你说那么多做什么？够了，一只潜水艇就够了。外求民主，一月份民外求搞民主，三个礼拜搞定啦。总统现在被人控告啦，话佢贪污，两个仔又贪污，做外求总统做了四十几年，中东国家都系咁噶啦，独裁者，中东正出油，卖咗油嗰啲钱就俾晒个油长，嗰啲人生活好穷嘅。佢而家着啲衫就系三千年嗰啲衫啫嘛，三千年前都着啲咁衫嘅，咁嬲晒块面，嬲晒布，唔使裁缝嘅，佢买布咁啊卷住个身就走噶啦。马可夫个作者后生仔嘅马可。马可被人捉住佢时，一捉咗佢块布，佢咪 unwrap， 好似春卷噶嘛 ，unroll 咪走咗楼咯。正经讲，马可就赤身走咗，人攞攞块布嘅。而家中东都系三千年前嗰啲嬲头嬲面嘅，都系嗰啲嘢。跟住利比亚死鸡撑饭盖，佢迟早完啦。一早走咪风光咯，美国叫佢走噶啦，我俾你走啦，攞晒啲钱走，佢唔走。一个人贪心啊，麻鬼烦。喺湾区有个牧师姓陈嘅。佢你唔好叫我陳牧師，我點解？佢我唔想姓陳，因為有陳水扁，有個陳振聰，我唔想姓陳。海嘯，九級地震啊！真係陰公，我加州我慣咗噶啦嘛。我屋企個 garage 搭啲 shelf 啊，一個係 paint department， 一個 electrical department， 一個 plumbing department， 啊整咗好多嘢，算冚唪整曬啲膠，四寸厚嘅膠攔住曬，係防地震嘅。个地一喐，乜嘢都唔冧嘅，冚唪安好晒。我最经过嘅1998年嗰个7.1级大地震，哇！一震嘅时候，我啱喺 HB 翻紧工，我即刻问地方捐，冇人捐，你随时可以捐，台底、凳底、琴底，乜嘢底都有得捐啦。但系一地震就唔轮到你捐，个个捐。咁我预备去嗰个台底外边，好近啫嘛，十尺啫嘛，预备边有个大肥婆捐咗佢先。捐咗佢又唔掉头喎，个屁股夹起身啊！我唔好有，一去我窒息啊！我咪揽住条柱同我哋柱一齐摇，摇咗一分钟，我以为系咁大啦，但我唔惊，因为我知道我有永生，一跌都唔惊。I know where I will be going。佢话日本个大地震啊，三月三一一啦，九级地震，八级比九级大十倍。八级比七级大十倍。九级比八级大十倍，即系九级比七级大100倍。日本喺三个板块中间，系咁熬，咁样磨咧就地震啦。有时个板块咧唔系咁磨，系咁样啊。日本今次系咁样啊，九级地震啊，所出嚟嘅 power 系相当于10,000粒炸广岛嘅原子弹，个威力系将个海水拱去东边，拱日本个东边即系美洲北美洲嘅西岸，个时速每一秒钟系2里路，即系等于喷射机。由日本飞去温哥华都是9个钟，海水又是这样拱。有没有见过这个傻佬啊？Doomsday 喎，你知不知道有很多基督徒问我可不可以信他？因为第一次他是1994年9月6日，第二次是2011年5月21日，现在又改口说10月21日，问我应不应该信？我你当我傻的？你有冇睇圣经啊 ？There is no doomsday， 呢个世界冇末日，唔会有一日全世界人所有死清光。No such a thing， 呢个世界只有末世，末世即系时间嘅尽头。End of the world 系时间嘅尽头 ，End of the earth 系地极系空间嘅尽头。而主耶稣话：那日子那时神没有人知道，天上嘅使者也不知道，子也不知道，只有父知道。因为他会知道，他计算方法就是古罗亚洪水时代哪一天开始洪水泛滥，一直至到洪水泛滥之后 exactly 7000年，那天就是 doomsday 了。 It's no such a thing， 圣经没有讲，就是你讲，圣经没有这样说。我们解经其实不难，解经不难的两个原则，第一你整本圣经要熟，你唔好断章取义。第二，要以经解经。有个圣经冇讲，冇，系你讲或者我讲。
冇 judgment day 唔係嗰陣時，佢意思就講教會被提，教會被提咧，耶主耶穌唔會落到嚟啊，佢落喺天空上面與住空中相遇，佢將喺將新約時代教會時代死咗個信徒嘅靈魂喺天堂攞帶埋佢哋。嚟到翻你個物質世界，就俾翻個身體俾佢，一個人嘅靈魂而冇身體，這個就唔係人。我哋嘅上帝唔俾一個人嘅靈魂而冇肉身嘅喺天空裏面搞來搞去，一變咗我和殭屍有個約會。神將嗰啲靈魂未有肉身嘅靈魂困住，信耶穌嘅人困喺天堂，唔信耶穌會困喺陰間，等候兩樣嘢：第一，等候審判；第二，等候攞翻個肉身。人死咗之後唔會做天使，天使係靈界嘅嘢，唔關我哋事。人死咗之後唔會做鬼，鬼係墮落嘅天使，跟隨魔鬼嗰啲叫做墮落天使 ，the fallen angels， 嗰啲叫邪靈。上帝冇為墮落嘅天使，冇為魔鬼設下救恩，上帝淨係為罪人設下救恩。主耶稣格拉森赶鬼，个二千只鬼从嗰个人出嚟，佢问佢：你叫咩名？佢个名字叫做群。你知道嗰人个名字唔系叫做群，系个二千只鬼赶出嚟，要求耶稣俾佢进入二千头猪。佢知耶稣系边个，梗系知啦。将来佢会入地狱，但系未入地狱之前去阴间，就天堂、地狱、乐园、阴间系四个唔同嘅地方。阴间叫做无底坑 （bottomless pit）， 或者叫做无底坑、无底坑。是阴间嚟，阴间喺度等嘅啫。财主同埋拉撒路嘅比喻，主耶稣话俾你喺阴间有两个 compartment， 一个舒服，一个我叫佢一个有冷气，一个冇冷气嘅。咁啊，拉撒路喺嗰度咧，就喺阿巴个怀里好鬼舒服。财主啊，另外一边咧就好热嘅，即系冇冷气。但系嗰个唔系地狱，地狱唔系净系辛苦，地狱俾火烧，俾虫咬啊。个财主同拉撒路讲：，你过嚟啊！整碗水点下我舌头，点下我舌头，好热啊！拉撒路话：，你同我之间有深渊，有个 chasm， 有深渊隔住，我又唔过得嚟你嗰度，你又唔过得嚟我度。财主话：，阿伯拉罕啊，不如你打发拉撒路翻去，我仲有五个细佬啊，五个 brother 喺人世未死嘅，可唔可以同佢讲？我想他们不要学我，死了之后来阴间，将来入地狱，那个更惨，那个更惨。人间最痛苦的事就是白头人送黑头人。香港以前有个明星叫翁美玲，她自杀死的时候撞了她妈妈，很想找人找她召她女儿的灵魂上来，她很想问她一句说话 How are you？ 很想亲耳听到个女儿说 I'm OK。冇，不过根据耶稣讲财主同拉撒路嘅比喻咧，死咗嘅人啊更加想同活着嘅人系沟通。但系个问嘅说话就唔系 How are you？ 问嘅说话就系、是、我唔想你好似我咁样死咗之后嚟到阴间，你不如快啲信主啦。但系呢个机会系冇啊。阿伯拉罕同财主回答，佢话 What makes you think 一个人从死里复活佢哋会信？佢哋有先知。他们有圣经，他们有足够资料去信主。你一句不信，你给个死人复活，他一样不信。你知不知道耶稣时代马大马利亚的弟弟叫拉撒路，耶稣叫他复活之后，有些人想杀了他，想毁灭证据，说耶稣没有试过叫拉撒路复活。人就是这样，你要信你 you have everything， 你不信给什么东西看你都不信。多谢你收看刚才的敬拜时刻，我是城北环基督教会的林志辉牧师。每个礼拜我都为你预备一个很精彩的圣经信息，希望能够帮到你。假如你对刚才的节目有意见的话，或者是对基督教的信仰很有兴趣的，你可以打电话给我们，电话是905-884-3399，或者可以到我们教会的网站 www.rxccc.ca 来查询，亦都可以到你屋企附近嘅教会嚟到聚会嘅。我哋教会每个礼拜都有好多嘅活动同埋节目，我相信有一啲嘅活动同节目都系适合你嘅，请你留意以下落嚟嘅介绍。愿神祝福你。